别时，我像迷路的孩子，心中满是你的影子。当爱离别时，痛苦的开始，也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放进真正宰条，然后即使留出一个尾巴，咱们来一款别有一番风味的技法，卷一下，卷一个圈，然后再卷第二个圈。我们的圈圈卷好之后，这样的把这个结给它掏出来，就形成了一朵玫瑰花骨朵。有什么不懂的问题，主页上面有微信哟，可以加我的。然后这样的调整一下。你敲开我爱的心门，你变成我房间的主人，窗台的鲜花被蝴蝶亲吻，只怕亲吻。温柔善良的大美妞，你会不会爱上我呀？我不是你的高富帅，我是你的韩哥哥。只要你恩恩爱爱和咱好好过。咱们来一款适合在空调下面用的技法，送给上班族的美眉们。这款适合做办公室用，特别是银行职员啦，然后还有空姐啦，一些在做办公室的美眉们。这样扭好结之后，打开两个小尾巴，是不是很漂亮呀？这边也打开。